家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偶像周深最近频登热搜，相信不少生米都跟我一样，虽然虎年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完美落下帷幕了，可还会沉浸在美男子周深的出彩表演当中，横跨多家春晚，不愧是娱乐圈的劳动楷模，就连春节期间都不闲着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在众多春晚表演当中，个人最喜欢周深在北京卫视演唱的《你看起来很好吃》，一人分饰五角，化身各种美味佳肴，为整场演出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比其他任何一档节目都出彩，既有趣味性又接地气。除此之外，周深在江苏卫视上的表演同样也给网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深情演唱了一首五四版的《错位时空》，跟老艺术家杨洪基同台飙歌，天籁般的嗓音令人叹为观止，只能用震撼二字来形容，给人感觉就像歌名一样错位时空，两个不同年代的实力唱将站在一起，呈现出来的画风让观众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周深直击心灵，后面还有数十位老人伴唱。从某种层面来说，江苏卫视今年举办的这场春晚效果堪比演唱会，比任何一家地方台都优秀。除了参加各家卫视的春晚以外，周深还频繁帮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。要知道北京冬奥会举办的之所以这么成功，周深有一半以上的功劳。退一万步来说，没有周深的话，北京冬奥会照样能举办得很成功，但热度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强烈，更不会有那么多年轻观众投入并且关注整个赛事。这就是偶像的影响力，不知不觉中就把正能量传递给了众人，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偶像的光芒。不过这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当我们还沉浸在周深的出彩表演时，周深又悄无声息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，因为冬奥赛场上播放了周深的新歌《星语》，乍耳一听，感觉这就是大鱼的姊妹篇《星语》，其实不然，大鱼是周深给大鱼海棠写的一首主题曲，而星语是周深为冬奥会量身打造的一首金曲，都是百听不厌的经典，可诠释的内核完全不同。不过相较现场版的播放效果，个人觉得还是官方 MV 更有代入感，不光可以听到周深唯美的歌声，还能看到他出彩的表演。整支 MV 没有华而不实的包装，只有独具一格的真情流露。这次穿了一袭白衣，再次以白马王子的造型出现在镜头当中。除此之外，该曲目还是威亚动画同名主题曲，可见周深的影响力有多么强大了。简短的前奏结束后，周深的歌声娓娓道来，一开口就特别故事感，歌词既励志又有深度，这就不难理解冬奥会赛场为什么会播放周深的曲目了。主要除了周深的歌以外，没有任何曲目比这首《星语》更应景了。其次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只有周深的实力能够代表冬奥会上的中国运动员，换作其他歌手的话，必然会被吐槽得不配为短短4分39秒，让无数观众都沉浸其中，难以自拔。不少观众还对其进行了二次创作，每次循环播放都有不同的感受。据细心网友统计，这首《星语》上线后，没过24小时，就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热搜榜单当中，成功霸榜腾讯有你音乐榜第一名，再次征服众人，内卷全网。如果换作流量歌手的话，这种成绩不足为奇，因为粉丝不是刷榜就是买热搜。但在周深这里完全不同，粉丝生米压根就没时间刷榜，能斩获如此惊人的实力，全都是周深凭实力赢得来的。而且这个有你音乐榜不是谁想刷就能刷出来的，官方会从不同维度去评断，也就是说，除了周深的粉丝生米以外，其他路人也对这首曲目赞不绝口。与此同时，全新音乐综艺《天赐的声音三》还官宣了周深的加盟，此消息一经公布，吸引了无数网友前来围观。不出所料的话，周深将会是该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，毕竟哪里有周深，哪里就少不了出圈名场面。总而言之，正能量偶像宝藏男孩周深值得我们一路追随。不知道大家对周深的新歌《星语》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